弟兄姐妹平安，早晨让我们渴慕神的荣耀，渴望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生命当中，一起来敬拜他。我们为神在伟大的计划里，只盼望看见神的典杯兴起，即便过程有悲有喜，我的心全然为你。我们的教会是基督的肢体，只盼望看见更多灵魂苏醒，一切需要你我一起为神建立荣耀的殿宇。神的殿与我的心相连，只愿见神的荣耀彰显，我们一起祝坛献祭，使生命更加完全。神的殿与我的心相连，只愿看见神献，我们一起献上全心，让主施加被高举。我们为神在伟大的计划里，只盼望神的殿被兴起，即便过程有悲有喜，我的心全然为你。我们的教会是基督的肢体，只盼望
们向你献上赞美，愿你的十架被单单的高举，主啊，愿我们的心能够连结于元首基督，时时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能彼此连结，彼此扶持，同心合一，兴旺福音，看见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当中。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父神，我们仰望你，圣灵，我们恳求你，借着今天的信息更新我们的思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一个身体的服事，罗马书十二章三到五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当我们谈到侍奉神，我觉得有两个很重要的提醒。第一个提醒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看见很多服侍神的人，他们一直服侍，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在服侍中间去发现神在他们生命中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心意没有更新变化，很多时候他们还是带着世界的思想，带着世界的价值观，那么去服侍上帝，甚至他们并不是跟着这神的旨意来走，乃是跟着世界的潮流来走，所以难怪他们没有办法去发现在服事中神在他们生命中善良、纯全和神喜悦的这个旨意。那第二个提醒我觉得很重要，那么就是你怎么样在服事的时候，你怎么样去看你自己呢？你在服事的时候你怎么看你自己呢？这个很重要。你当你在做招待的时候，你在做儿童事工的时候，你在做敬拜主领的时候，或者你是在做总务清洁的时候，你怎么看你自己呢？如果一个人用自己的服事来看自己，用敬拜来看自己，用主日学来看自己，或者你在做总务用清洁来看你自己，当你用你的服事来看你自己的时候，常常发生两个不健康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觉得你很重要，觉得好像这个服事里面如果没有你这服事就垮了，所以这个叫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就是其实你没有那么重要没有重要到说，重要到说没有任何服事没有你是不行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说是没有他整个国度就垮了没有这种事，就看过自己过于所当看的，那这样就过度的骄傲。那另外一个呢，就看自己完全不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服事谁来做都可以，那么有我没有我其实都一样，任何人都可以做，我不重要。所以我想这也不健康，你很重要，因为在天国的葡萄园里面没有一个人是闲站的，神在你生命中一定有一个功用，你在基督的肢体里一定有功用，你不能够说你不重要，你不能说没有你不行，没有你谁来做都一样，不对的。那么所以你就看见当你用你的服事来看自己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就怎么看都不健康。那么到底我们应当要怎么去看我们自己呢？在服事的时候，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要按着信心的大小来看自己，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你知道神分给每一个人信心是有大小不同的我有一个好朋友比尔牧师 Bill Wilson 牧师，他创办了全世界最大的主日学，超过二十万的主日学，每个礼拜天。那么有一次他知道我去南非服事，他就问我说我跟你带你去看我在南非的事工，那么我要穿着防弹衣要进入到难民营。哇，讲得他很兴奋。我说这个穿防弹衣那就留给你了，我还是为你祷告就好了。真的，他真的就是那种信心真的是比我大很多。我绝对不会拿我自己去跟一些有伟大信心的人比较，因为他们能做的并不代表我能够做，因为神真的赐给他有这么大的信心，
所以他能够做这么大的事工。但到目前为止，可能神还没有赐给我这么大的信心，在枪林弹雨中间唱着防弹雨去服侍，那么或许有一天吧，但现在是没有的。所以你知道神给每个人的信心的大小是不一样的，你要按着神给你的信心的大小去看你自己，这样就看得合乎中道。那么所以保罗用一个比喻，正如他用身体的比喻，所以他说正如，这个正如是很重要的，正如我们一个身体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所以你看到保罗如何来让我们明白神赐给每一个人信心大小不同呢？他用身体的概念来看，也就是说我们身体上有不同的肢体。你看哈，如果用我的手 拿这个麦克风，我是十拿九稳的，我充满的信心所以你麦克风给我，握在手上很平稳的，那我对手来拿麦克风我充满的信心。但如果你说今天如果 TV 用脚来拿麦克风那就很抱歉了。那你要用我用脚来拿麦克风，说真的我就觉得我没有信心，我没有信心，因为我觉得上帝造我就是手，我是拿麦克风。你要用我的用脚来拿麦克风，我就没有信心，因为手的恩脚的恩赐不是拿来拿麦克风的。你今天安排我在敬拜团，我要像敬拜团这样唱，和声这么美说真的我就是真的就是没有太大的信心因为五音不全万一唱走调破坏人家，所以我觉得这也不是神给我的。所以你知道神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恩赐是不一样的。神如果让你当手，你做手的事情会有信心。神如果让你当口神还会唱诗，还会创作，还会唱得很好，那么你拿起麦克风唱歌你就很有信心，很有信心。所以手有手的恩赐，神给你恩赐，神也一定会给你信心。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是，神给我们恩赐其实是不是拿来比较的，神给我们恩赐是拿来连结的，不是拿来比较。手跟脚有什么好比较呢？我跟敬拜团有什么好比的呢？神没有给我这个唱歌的恩赐 你跟怎么比呢？这什么跟什么比？手跟脚要来比赛拿麦克风很奇怪啊。但是问题是我们在真实的服事里面，我们常常因为比较的缘故就觉得自己没什么，就是因为常常比较的缘故觉得啊，有我没有我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重要的是你要明白清楚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神给你恩赐一定会有信心，你要按照你的信心，神给你的恩赐最重要的是连结。如果手跟脚能够连接多好，像我常觉得我在这里讲到我觉得很享受，感谢神让我有机会能够分享神的道。但我觉得敬拜团哇很棒，在这里听现场的非常舒服，觉得我们这样配搭非常好。但你看到有很多的影音的同工、摄影的同工、后台的同工，然后把 Good TV 的节目能够放送到全世界华人中间不同的平台，能够服侍各样的人，我们需要连结。恩赐不是拿来比较的，恩赐是拿来连结的。所以基督徒我们怎么看我们的服侍呢？不是用的服侍的本身来看你的服侍，乃是用一个身体来看我们的服侍。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这身体中的一部分，我们没有绝对重要到没有我是不行的，但我没有不重要到说谁来做都一样，当然不一样，谁来唱也不一样啊，谁来剪辑也不一样啊，谁来拍摄也不一样啊，那就是神给你的，所以你充满信心在那个位置上。但我们需要有连结。你知道一只手再怎么俊美，再怎么灵巧，如果不跟身体连结，我告诉你，肢体离开的身体就叫做尸体。尸体 是漂亮不了多久的，很快就腐烂，腐烂就枯干了。所以基督徒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的服事？我觉得我们心意要更新变化，神对每一个人一定有给他一个恩赐，一个位分。所以你要明白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
所以让你越来越清楚你的恩赐是什么的时候啊，原来知道你就是敬拜，原来知道你就是儿童主日学，原来知道啊，我很强的音控啊，原来知道我很会剪辑影片，或者说哎呀，我对美术我对美感很好。可是光这样很重要，但是还是不行，你要更进一步的知道我一定要去跟别人连接。因为如果你不连接，你不连接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那么你再会画画，你再会唱歌啊，或者你再会讲道，或者你再会剪辑影片，你没有连接在一个身体的里面，那么终归这些恩赐它不能够在整个身体里做出贡献，终归这些恩赐没有办法被神来使用。所以连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在服事中很痛苦，为什么我们在服事中没有办法发现那个善良纯全又美好的旨意，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都用我们自己的服事来看待我们自己。我们生命的价值并不是我们服事的本身，我们生命中最大的价值是因为我们连结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这个才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价值。所以我们感谢神，神在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感谢神，你不需要全部都会，哎呦，压力好大，什么都要会。感谢神，你只要按着神给你的恩赐，神给你的信心，在一个身体的观念中间去看待你自己的服事。我要说你很重要，因为少了你这个身体就不够荣美。你很重要，如果少了你这个身体就不能正常的运作。但是没有重要到没有你不行，你要独立在身体之外，那就变成尸体了。所以让我们用一个身体的概念来看我们的服事，心意更新，你会看见神在你生命中有一个美好的命定。当你连接在一个身体里，你就看见了在服事中间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一起来祷告。第一个祷告，求神更新我们的思想，使我们在服事神的时候，你服事越久，你越明白为什么神把你放在这里，能够明白神美善的旨意。我们一起来更新我们的思想，同声的开口来祷告。耶稣，我们向你祷告，耶稣，我们求你，求你要使我们心打开，使我们心意对我们的心敞开，叫我们心愿成为你善良的纯全的喜悦的祈求。主啊，我们祷告，帮助我们在服事的时候，主啊，使我们更新我们的思想，挪去我们的里面骄傲、争斤计较、虚假的心，赦免我们的污秽。主啊，让我们在服事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奉献自己，能够与人连结，能够渴望看见神的荣耀。耶稣，我们向你祷告，主啊，你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主啊，我们祷告，帮助我们在服事的时候，主啊，求主来更新我们的思想，主啊，挪去我们里头的骄傲、争竞、嫉妒、比较的心，主啊，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让我们能够与人连结，主啊，能够单单在服事当中要看见神的荣耀，我们也在服事当中看见你在我们里面有美好的旨意。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知道我们活在一个自我中心的时代里，一切都是我的感觉，我的想法都是我，但是当我们服事的时候，求主除掉这自我中心的观念，用一个身体的观点来看我们，最重要的不是我，最重要的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同声的，我们一起为自己来祷告。是的，主啊，今天早晨我们来到你面前，欢迎你，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从自我的宝座上下来，主啊，欢迎基督你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主耶稣你带领我们看自己，主啊，因为在基督里认识自己，主啊，我们可以看自己是看得合乎中道，主啊，不看自己过于太重要的，主啊，但是主啊，也不轻看自己，主啊，让我们学习向你学习真正的谦卑，主啊，真正的谦卑是主啊，在我能力所及的，我知道我
可以做什么，而我要以此抓 而感恩。抓是的，你 带领我们，抓让我们今天可以有个正确的态度来侍奉你，抓以一个身体的概念，抓连结于元首基督的，一起来侍奉你的教会，你的国度。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让我们为教会来祷告，但愿教会能够像一个身体一样彼此的连结，整个教会有美好的服事。我还是认为这世界上对教会最好的比喻就是一个身体的比喻。我们同声的开口为你的教会来祷告。耶稣，求你使你的教会能够像一个身体一样彼此的连结。主啊，让我们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主啊，使这个身体能够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主，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主啊，祝福你的每一间教会都是合一彼此相爱的教会，如同金灯台能够照亮更多的人。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圣灵，我恳求你更新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主啊，我们都渴望服侍你，但是求你更新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用一个身体的概念来看我们的服侍。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世界